你以为我们在看电影吗？我们在慰问。而且好漂亮哦，是不是？魏武营真的很美。你知道为什么要来魏武营吗？为什么？因为我是高雄人。嗯，雨杰，你对艺术有没有什么研究？艺术，我一直觉得从小，可能我觉得我们也是演员，也是表演艺术者。嗯，那因为我哥是跳舞，所以我觉得艺术有很多种。但是艺术呢，有一些我比较了解，我会去看；但我比较不会看，可能我比较不了解的。其实艺术这种东西，对女人买包包感觉很像。你买那个包包，比如说你买一个小箱，你是因为知道这个小箱它有什么功能性，它用几针缝线缝出来，它用什么皮革，还是因为功能不知道。嗯，一个是看感觉，第二个是对这个牌子的信任跟它的牌子的故事。你刚刚讲到一个重点，看感觉。对，但说真的，到现在我也不太了解艺术，我也很难去感受到艺术带来的美妙，但今天我们来到魏武营，就是要带着大家一起去探险，一起去探索艺术的奥妙。哎，嘘，你们听到台上好像也是有人在表演，我们一起去看看。好，他们快送一个艺术给我们。谢谢。刚刚我们在下面听到您的表演，就这样子被吸引过来，最后就被当鸡了。哎，刚是在赶鸡吧？对，刚是在赶鸡。是《食欲着》里面的一个桥段。我们有做功课。对，我有看到你那个表演，真的，哦，好，太可爱了。就内行。对，因为剧中的小女孩是一个养鸡人家。哦。对，所以这是她每天就呈现生活日常。所以这是他每天都要做的事情。那我说姑娘啊，客官都来了，你怎么还请不请我们坐下聊呢？对对对，二位请坐呀，坐着坐着坐着，别客气。哇，好开心哦，跟你这样子对话。京剧我们都知道有生旦净丑，是。那你刚刚表演的，我本身学习的是旦。生旦净丑的旦，旦就是泛指女生的角色哦。然后生的话就是泛指男生的角色，是。然后净呢，通常就是按照他的性格去表现那个比较粗枝大叶啊，或者是比较刚直啊这样子的。他通过他脸上的脸谱跟色块去做他角色性格的细分。哦，颜色可以去分出这个角色的个性。我们就大概讲，白色的话通常代表奸诈。曹操，对，那黑色代表刚正不阿。哦，开封有国，保青天。所以像张飞，《三国演义》里面的张飞，应该也是那种比较张扬、黑色的。哎，对，比较印象就是这种黑脸的。对对对对对对对。除了颜色色块之外，就是再透过他身体的肢体语言跟我们的工架去展现那个角色的性格。那丑这个丑就是一个。通常在严肃的场合最需要这种人存在，要长得丑的人在。他通常可能长得也不是太好看，但是是有趣的，对，他是甘草人物，但是也有长得帅的，可是他的性格可能就会比较丑陋。那像歌仔戏的丑角跟京剧的丑角是一样的吗？其实作用是一样的。可是呢，不太一样的是，歌仔戏的演员呢，他们在分行当这件事情，他们可能同时是小生，然后你也可以同时演撒灰，就是丑角，或是演小旦。可是，在京剧的行当里面，跨行当这件事情本身就没有太多的人可以两门报或是三门报。哦，所以在京剧的行当，他是每个人都很专注于自己的，都专注在自己的行当里。哦，行当里面。决定是刚开始学习就会被老师分配，还是老师会依照你的练功的条件，然后跟嗓子的状况，跟
想象的扮相上面，因为对老前辈来讲，他们是比较有经验的。用这个先转行当，然后分好行当之后，你经过练习，可能对自己的了解越来越多，然后再去做调整，或者是调整钻研。而且云老师听说他除了在京剧的专业之外，他也其实有踩过我们的线，对，他有演过戏剧，而且好像还有入围过金钟还金马，真的，我们都没入围过，我没有踩线的意思。哎呀，真是啊，怎么让我踩你的线啊？所以你今天是来踩线的，对不对？没错。你有没有发现他准备好了？对，因为我从小就因为外公外婆的关系，他们是河南人，所以他们听的是河南梆子，所以豫剧是吧？念豫剧吧？是。所以我对这个一直会有一些耳濡目染的一些经验在回忆在，所以一直都很有兴趣。比如说在像跟朋友唱 KTV 的时候，只要 One Night in 北京出现，现场如果没有女生，就是我当那个花旦的声音。哎呀，不想再问你到底在何方。他今天真的是有备而来。对，我真的其实今天讲到京剧，要知道说要跟云老师访问的时候，接触的时候，我其实就一直很有兴趣，想要了解这个所谓的中华的国粹。所以京剧之所以迷人，其实也是因为它是一个有声接歌、无动不舞的表演艺术。是，所以它集结了很多不管是身段啊、声腔啊、表演啊，然后身段也有身段的程式，声音也有声音的程式，然后在服装上面也会有它的工艺展现哦，那个我看到鞋子，对，哦还有鞋子，然后像裹小脚这件事情，它也是其中一个功法，可以看一下吗？像高跟鞋的穿法，应该这么看，所以是哦哇，真的是这个踩起来会不会很舒服？所以你的脚跟是在这个位置，我脚跟在这，在这啊，对，所以踩上这个不知不觉脚步会有一个就是那种它的特色，京剧的特色，对，就像我们这样子的脚步就会跟平常大家我们说。像大脚片儿的脚步就不太一样，但大脚片儿有大脚片儿要练的步伐，裹小脚有裹小脚要练的步伐。哇！那刚我们在台下看到你在赶鸡这些，这个戏码是不是我们所熟悉的京剧著名的戏码叫做《石玉琢》？对。那不瞒您说，是要来认识您之前，我们有稍微研究过这段你主演的《石玉琢》的戏。我必须说，陈志强他是真的非常的期待，他一路上就一直在想说，我很想要表演，想要表演，所以。他一直期待跟你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荣幸可以跟切磋一下雨林老师来一段石玉琢的段子。当然好啊，我就觉得你今天真的是有备而来。我就用我们电视剧甚至我们八点档的方式，我讲闽南语，你讲您的韵白。哎呀，安尼嘛谢晒了。然后呢，你一定觉得说我是演。傅鹏，您错了啊！你不是演那个小生吗？不是，我小生是交给雨洁来演，我就演您的刘妈妈。哎呀，你是妈妈呀！哎呀，妈妈，准备好了吗？好了，那我们就来吧。好期待。我看上了里面的孙家姑娘，我觉得她应该对我也是有点兴趣的，所以我要用这个镯子，如果我把它放在地上，那孙小姐把它捡起来的话，这个婚事就有八九成了。
小姐，你拿了去吧，送你的啦，不要，这是送你的，去吧，申小姐，我就说送你的，我不要，你拿了去吧，你拿了去吧，拿去吧。咔咔咔咔咔咔咔，是哪个？连你妈妈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啊！哦，妈妈来了，带我引你开门。妈妈，请稍待。哎呦，你是在创啥货啦？较紧的啦，我徛在脚都酸咧。在家啦，妈妈请进。妈妈请坐。哦，咱就坐咧讲哈。妈妈，请用茶。是讲，啊，你母啊嘞？我母亲往普陀寺天津去了。啊，有什么时间啊？搁咧念经哦？啊，帮你一个姑娘啊，这么水啊，放咧厝内咁好。是呀。啊，你的头章是想给你来啊？我自己梳的可好啊？哦，我是讲咧，奇怪啊，你头毛迄边那翘起来哦。在哪里？是啊。哎呦，头壳顶有一只这么大只的蟑螂嘞！我拢食到这个岁啊，当然嘛无迄个福分。我若伫你少年时，像你这少年的时阵哦，我甲你讲，足有福分的啦。妈妈，小心了。把你唔接到。哎呦喂啊！你放心，你妈妈有练过啦。哦，真正是真是金光闪闪的。哦，袂歹，真水。嘿嘿啊，是讲啊，这个我是倒位来啊？乃是女儿在门外失了来的，伫门卡口捡的。是啊，哦、我生到这大汉，我就唔捌讲出门，讲捌捡过安尼药啊呢嘿。你上好是老实跟我讲哦，药啊倒位来？你讲啊！我讲啊！你知道你讲啊！啊，你就听啊！你讲啊！你听啊！你讲啊！你讲啊！啊！你教、哦，你着听我斟酌啊！当当啦人，当当啦人，当当啦人，当当当当。有一位公主，名叫做富鹏，伊人着住伫咧高雄。有一天来到门卡口，着把药啊放伫咧你的门前，然后伊着做伊去。当当啦啦，当当啦啦，当当啦啦，当当当当。啊来，你怎个？你做哪样？啊，有人在弄门呢，唔知是谁吼。开这边啊，无人。开这边，奇怪嘛，无人。人伫咧倒位？是谁在弄门啊？啊娘喂，啊是谁放什么物件害我险要跌倒？啊，是药啊呢？那是送给你的药啊，在吃。嘿，哎呦，唔通捡哦，这若捡起来，迄个厝边隔壁看到，有咧见消息，买。啊，我知啊，我的动作，我的关节啊，好啊。哈，啊，是，啊，是，啊。
是是是是啊，小平啊，还叫我看电话呀。哎呦，唔对唔对唔对。想要跟你做马骗，哎呦，演得真好！哎呦哎呦，不好意思，不是我在旁边，我说别笑哎，你太好笑。其实因为这个戏嘛，我们一传哈，哎对，深呼吸一下，还对。因为我发现今天我们也。算体验到了，真的，进剧的不容易，而且那些身段，因为感受到这个角色内在的激动，所以你现在会气息会调不过来，而且是一种兴奋，对，过程是很享受在这当中的。我相信你们在每一场表演的时候也是这样感受，对不对？是，就每一次的趴数都要能量非常打得非常满，然后最重要是在呈现的时候有一个拿捏。啊，于老师，哎，流汗了吧？我觉得在我们刚刚这段。不能讲胡闹，其实我们很认真的在玩。是，我还是想要看一段您真正的功夫。对，可不可以为我们带来一段你拿手的戏码？当然没问题，但是我觉得为了配合二位这个曾经演过八点档本土剧的背景，你要让他们看看京剧里面的厉害的女人是什么样的风情。会有王允杰演的厉害吗？啊，你看卖就怎样咯。这个戏的戏码名字叫《痴梦》里面的崔氏。崔氏生来命苦，驾驭了穷学生只卖成为妻，每日里人饥寒受熬煎，难得温饱，是我忍无可忍，逼他立下休士，他却说我日后必然后悔。我是他，你既然无情养妻，换娶妻做什么呢？就这样噼噼啪啪伺机而过，将这个穷帅赶出去了。钱家之上有一个张屠户，我看他每日里好酒好饭，吃的是肥肥胖胖，时时的令人羡慕。他平日也曾有意与我，为此托人识货，改嫁了这个张屠户。崔氏，你是何等的命苦，想当初若非撕破面皮逼他歇下休士，我方才这报喜的到来莫是何等的欢喜，是何等的快
不差